我们走进青春励志题材电影《会痛的十七岁》片场时，正好碰见王力宏抱着吉他自我陶醉。原来片中他饰演的就是歌手身份的自己，而当天要拍摄的是巨星王力宏给徐娇饰演的小粉丝送温暖的一场戏。不容易啊，演自己要做很多的功课，要了解自己的内心啊，自己的过去啊，小时候的成长啊，是要深度的研究。片中徐娇扮演的夏圆圆唯一的心愿就是见王力宏一面，而其实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个力宏粉。其实我第一次见你是在飞机上，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真人好帅然后谢谢。然后这一次因为我是演你的粉丝嘛，然后刚才那场戏我真的有感觉到好像有一种在追偶像的感觉。戏里巨星做得不过瘾，趁着探班的机会，王力宏要尝试自己的新角色了，比如客串下记者。我觉得可能观众会第一次听到彭发拍爱情片，他有可能会马上第一个心上就是，可能是我从拍以来最恐怖的一部电影。